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头的 Dollar。 那么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夹娃娃是一种非常氪金、非常烧钱的娱乐活动。那么很多看我视频的观众啊，都会觉得我不是没这个技术、没这个手，我是没有这个钱呐。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抓娃娃没那么费钱呢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哦。Dollar 呢，还真的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不用花钱的线下夹娃娃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得通过我们经常所说的撸羊毛、白嫖等签到活动来领取免费的游戏币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看 Dollar 差不多撸了一个月的羊毛，看看有多少游戏币吧。这家店呢，就是 Dollar 之前去过的，在金光华那里面的几间店。可以看看，我已经签到了，连续签到了28天。然后呢，他每一天都会加一点钻石，然后到后面越加越多，第30天呢加10。那我算了一下，大概30天能得到165的钻石。之前的视频也有说过，这些钻石啊不是一钻就一玩的，而是差不多30钻石玩一次。就是说你签到一个月得到的165个钻石可以玩5次多一点点。那么如果你连续签到2个月的话呢，就是玩11次。如果你用2个微信去签到的话呢，那么就可以玩22次多。当然2个月的时间有点长了，因此我们来换算一下，就是2个月2个微信总共能签到大概750钻石左右。因此我们这期视频的计划呢，就是用这750个钻石去线下娃娃机看看到底能抓多少个娃娃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起 Go。